大家好，我是郭达烂，今天跟大家聊一个网络上的小八卦啊。今天大家如果看爆料公社的话呢，就会看到一则贴文，叫做“地雷婚礼摄影师只拍我的背影”，啊，内容就是有一个新娘指控她的婚礼摄影师拍的很差劲啊，都只拍到背影啊，还写说我的脸是都不能看吗？啊，这篇文章引发很大的争议啊。如果你仔细看底下网友的留言，就会发现大家其实并不太同情这个新娘。 反而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在质疑这个新娘，她当初自己挑选婚礼摄影师的眼光啊。底下还有另外很多人讲到，可能是价格砍得太低，砍到流血啊，所以导致牺牲了品质啊。这部分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，我就不再多谈啊。其中一个引发争议性的原因是我想要多讲的，就是新娘拿出的照片里面呢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奉茶的阶段，但是这个照片里面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。 现场的空间的确是有点小啊，啊，而且在沙发的后面，的确也是没有任何的空间了。那摄影师也不可能突破物理的极限啊，穿越到墙的后面去拍摄新娘的角度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影片里面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从我职业摄影师的观点看，如果当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环境、这样的场景的时候，理论上要怎么拍才会好看？首先，你一定要记得的是，在这个环境里面要 take 到新娘的正面。 角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影像叙事的基本技巧，就是区分主要主体跟次要主体。这里我们先设定新娘的背影就是你的次要主体啊，那长辈的脸跟手势是你的主要主体。心中只要先有这样的设定之后呢，一个好的摄影师就会开始认真的朝着这个设定前进，想办法想办法把这个照片做的合理和逻辑。 我不知道合理和逻辑这部分大家听得懂不懂？比如说，你听贝多芬的交响乐，卡拉扬的版本指挥节奏很快很准啊，很简洁。但是相对来说，Jelly B Dug 的版本指挥就很慢，可是它慢的有道理、有逻辑。你可以这样想象：摄影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，各式各样来来去去的主体，就像是乐谱的总谱一样，你是指挥，你要想办法去调和各个部分的节奏跟音量。 Jody B. a 讲过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。他说：“音乐之所以需要节奏，是因为大脑处理讯息的能力是有限的。你必须在一段进行的时间当中，先把这个节奏里面的音符做好、做满，再往下进行下一个段落。”啊，摄影其实也是非常像的。在音乐里面有音程、音色、音量、频率；在摄影里面有光线、景深，还有主体的比例。 不管是音乐或摄影，你要调和这些东西都是一门艺术啊。比如说，我在半年前拍摄的这场文定，在奉茶的时候也是在客厅的小空间里面进行，跟这个爆料公司里面拍的这个照片环境其实非常的像。但事实证明，你只要经过调和之后呢，这个场景看起来就会变得比较合理啊。大家看这些照片呢，就应该比较容易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 啊，最后我要提醒所有即将步入礼堂的新人呢、啊，找婚礼摄影师的时候，不要一味的求低价位、低价格，啊，否则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。重点是你一定要看过这个摄影师的作品，而且你要喜欢他的风格，啊、否则地雷的出现是不会停止的。好，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婚礼梦。